Hello， 我是 LZ。你好，我叫张一凡。哎，你想象当中的一拍即合的最佳搭档是什么样的？就是可能大家从陌生到熟悉吧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样子。不管是生活上还是演戏上都可以一拍即合。最后他们在耳边窃窃私语的那段，你会觉得这两个人的情感有建立成，那他们讲的内容其实都不重要，我觉得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些去想象的空间跟去感受内容。在很美很美的环境当中演出的那一段特别震撼人心。我觉得只要是纯粹很真挚的一段情感，我都会被打动，我都会很喜欢。我也还是个新人演员，然后包括之前其实也没有接触过情感类的片子，其实都挺有挑战，比较会担心两个人的默契程度不够。你要小心了，知道吗？因为搭档期间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在我身上出现。认真对待这个剧本、这个内容跟这个角色。我不给你留下一句话，我给你留下一句语。很高兴和你合作，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最满意的作品。